Life 生好康，我是你的主持人 Natalie。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暌违已久的单机游戏《龙族教义二》，以及我们的草车浪漫旅七啦。说到这个《龙族教义二》啊，这是暌违12年的动作角色，可想而知它的画面呈现感一定是会更上一层。而且它的游戏呢，创建了很多很多的角色跟故事在里面，就绝对会是单机游戏的最佳选择。带大家进入《龙族教义二》的游戏界面啦，还有人类王国跟兽人王国。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捏脸环节，我每次在选人就会选很久。这个游戏的初始界面就可以给你选择，你看他一脸就是干嘛干嘛选我，这个人类就比较积极，你看嘿，选我吗？那我就选一个漂亮的，哎，就是不错，他这个每一个细节都帮你做到最完美。还是要高的，如果我要打怪的话，我太高他是不是就看到我。这也是基础脸型设定， Oh my god， 我的爱。他还可以选脸型跟立体度，哎，这看起来很厉害耶，这是不是看起来很能打？他的身体的细节就有这么多个，发达程度当然是给他调满啦，肌肉量调满。他这边有战士、弓箭手、法师跟盗贼。按下这一颗小按钮，来到了他们的功能表，这里就是你的道具列表。到地图这边呢，都是未探索的区域，我们要想办法出去。Let's go。那我也可以从这个能量石挑选别人的侍从，长按圈。你看，这特效，这里全部都是各个玩家的随从，我觉得大家都会比我厉害。哎，他们洗这里哦，苹果在苹果哦，来了来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太大了，你们没说他那么大啊？啊！哦哦，不不不。血条很多，它超大的啊！这个遥控器它还会给你震动，哦哦哦！你跑啊！我真的是一击必死哎！你们可能自己来体会一下吧，好丢脸。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跑车浪漫旅啊，它里面有300多种车款可以选，有 hip hop、jazz、classic， 你想要什么音乐这里都有，但是要让你一关一关慢慢过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开始，你要一直沿着这个黄线走。没错，就是这里，我非常的不在行啊！我怎么又跑来草地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他又在嘲笑我，输了。对啊，打怪也输，跑车也输，这一关我应该不可能会输了吧？哦，你看，哦，我喜欢这首歌。哎，我是不是表现得蛮好的啊？你看，我先轻松松过关，还没还没，目标是要到3000。哇哦哦！看到，要3000，3000，帮我加油好不好？啊，我要没了，我要没了，4300，我们要输了，希望大家赶快下单，下次见。